有三种不同的身形，一个是167，我们比较高个儿的代表，你可能可以看她的裤长或者会被卡裆。那第二人算是160标准身形的 S 号女生，当然我们这里留个 N 加小帮手，所以呢，大家呢也可以看她的身形，她是软料丹宁。超级软，然后呢很特别，他就直接帮你做好单肩了，超级方便。基本上我的肩膀偏窄小，他也没有滑落下来的问题，因为他是宽肩带。再来呢，他的长度呢你们可以自己调节，他算是直筒裤，不是太宽的那种裤子，所以小资女孩穿起来也不会嫌就是屁股很大。要买这一件正常买就好，你看我 S 号穿下去有一颗多的拳头了。另外最怕的就是这块肉吧，这一坨肉，但是这里是完全软料的，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哦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身形，因为刚好是一个 S 号一个 M，大家最看担心的腰啊，它是有两个扣子的，然后所以呢，如果你刚好是 M 号身形，然后你想要腰紧一点的话，这边你可以扣里面，然后或者是呢，你要直接扣这边也是可以的哦。